分享最走心的故事，品味最多样的人生，借鉴最契合的处事态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运连连。喜欢的朋友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留言。我出狱那天，沈炼派他的助理来接我。在我坐牢的日子里，他功成名就。我们结婚，这是他早就对我许下的承诺，现在兑现。我说算了。 我杀了你爸，怕你报复我。我出狱这天是个大晴天，阳光刺眼，但我还是看清了面前空荡荡的街道，跟预想的没什么区别。我转过身，正要往前走，一辆黑色的路虎就停在我面前，车里急匆匆下来个人。林小姐，沈总让我来接您。在我坐牢的八年里。 沈炼成了本市最年轻的企业家。作为为他入狱的我，理应跟着鸡犬升天。我做好了拿钱走人的准备，他却对着我说：“结婚，我娶你。”他声音很冷淡，好像只是在决定签一笔无足轻重的生意。这八年，我总是拒绝沈炼的探视，所以现在看着他，觉得还是比八年前变了很多。 更高了些，也更冷淡了些。我说算了，我杀了你爸，怕你报复我。我提出更优渥的条件，你给我五百万，我离开这里，怎么样？沈炼像是被我的识趣取悦到，微笑着说好。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这么多，可以明天给你吗？他十分有礼貌的询问我。 看上去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建议。我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我们许久不见了，你今夜住在哪里呢？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今晚可以先住在我家。他笑得温和，我却敏锐的感觉到危险。不必了，我我有很多空着的房子。你为我做了许多，或许你可以挑一套自己喜欢的，我送给你。他站起身来。 我的助理会跟着一起去，你不用害怕。我总是不够谨慎的。被沈炼一把拉进大门之后，这是我唯一的念头。砰的一声，大门关上的声音隔绝了阳光和他的助理。沈炼扯了扯领带，慢条斯理的走向我。好久不见了，林初。我哆哆嗦嗦地往后靠。 嘴上扯出一个像哭似的笑，沈炼，你不要冲动。他轻笑一声，蹲下来，轻而易举地拉住我的脚踝，将我拖向温暖的地毯。你以前不是这么叫我的，林初。我推着他的胸膛，有些慌乱地思索：沈总、沈班长、沈老师。沈炼慢悠悠地摇头，强迫我将身体打开。 像是很久之前那样，将我抵在沙发的一角。你不记得了，林初，你以前叫我哥哥。我猛地弓起身子，却被他拦住去路。身体里的火热快要把我吞噬了。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不成样子。沈炼，别！他完全不听我的话，像一只莽撞的野兽。礼貌和斯文都是假象。 我们都一样，是彻头彻尾的疯子，意识实在是薄弱。我在最后还是恳求着叫他沈炼，求你了。他低下头跟我接吻。林初，你知不知道我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后悔的事情，我是有许多的。后悔跟着我妈来到这个城市，后悔踏进这间屋子，见到沈炼。 后悔在某一天，我执起匕首，刺出满眼猩红。沈炼后悔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是相信你。”我怎么能那么相信一个骗子的话？我想是吗？真是太遗憾了。我是从不后悔的。砰！这是我第三次被沈炼关在门外了。自从我跟着林女士来到 C 城，这个屋子里就只有我。 和沈炼，林女士不知道在哪里醉生梦死。她新找的这个男人也是个神龙不见白尾的主。他俩一合计，把我跟沈炼两个人扔在一起，美其名曰培养感情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沈炼不太乐意。他一句话都不跟我说。哎，哥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做饭挺好吃的。 你出来尝尝呗,呗，滚！很好，很冷酷。我转身走了，不吃拉倒。在家不说话也就罢了，在学校他也不怎么搭理我。我们差了两岁，却在一个班里。沈炼是个好学生，他居然做班长。于是我难得找到了能跟他搭话的时刻。沈班长，我的作业没写完怎么办呢？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转过身就走。哎，咱好歹也是同居关系，借我抄抄呗。他猛地抬起眼，冷冰冰地看着我说：“林初，敢让别人知道咱们的关系，我掐死你！”我下意识捂住脖梗，但还是追上去，笑嘻嘻地问他：“班长，你知道我叫什么爱？哎，沈炼又不搭理我了。” 我有时候想问问沈炼是怎么生活的，毕竟距离我上次见着林女士已经是一个月之前了。我没有钱，不知道沈炼有没有。我在超市里面徘徊，这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店，离家远，离学校也远，就算被抓住了也能跑掉。我抓准时机，手指拨弄一个小面包。 使他轻而易举地滚到我的袖子里，今天的晚饭就有了。林初，我吓了一跳，转过头就看见沈炼站在我身后，神色不明地盯着我。嗨，沈班长，我伸出手跟他打招呼，被他躲过去了。沈炼只盯着我的袖口，一言不发。我在被他瞪死和失去晚饭之间选了前者。 我已经两整天没吃东西了。沈炼，来这边。身后有人叫他，他应了一声，人却没动。林初，拿出来。我摇头。他指着头顶的监控说：“你这是偷。”我撇嘴：“我这叫取之有道。”他不再跟我废话，上前拉起我的袖子，就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。然后他弯下腰。 将面包重新摆在货架上，学渣，这是他对我的评价。沈炼催促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沈炼拧着眉看了我半晌，又扯着我的袖子拉着我往前走，直到走到声音来源——一个黑漆漆的仓库。哟，小女朋友，说话的大哥动作不停。 将一箱箱货物从车上卸下来，整齐的码好。沈炼说：“不是，是我妹妹。”仓库里有些冷，沈炼脱下外套披在我我身上，将我拉到远离空调的位置坐下。一个小时，他扔下这么句话就走。我坐在椅子上晃着腿等他。仓库里没有时间，我也没有手机，只知道。 打了十五个喷嚏，肚子连着叫了八次之后，沈炼才走过来。大哥憨厚的笑着：“早点带妹子回去吃饭，今天的工时给你算一样的。”沈炼板着脸道谢，攥得我的手腕生疼。我大步跟上他，想要快些去温暖一些的地方。站在甜品店里的时候，我还感慨沈炼是个好人，知道带我填饱肚子。 直到他戴上围裙，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我才真的觉得两眼一黑，我快饿晕了。沈炼十分有良心的看了我一眼，他这次指着钟表对我说：“两个小时。”我欲哭无泪，大哥，就让我走吧，我真的快要饿死了。我拍着早就瘪下去的肚皮，有气无力的趴在桌子上对他说。 沈炼很冷酷的拒绝：“你是被缉拿归案的小偷，怎么能被放出去重操旧业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顶着肚子咕噜噜的叫声，侧过脸准备入睡。这是我的惯用手段：没有食物的时候就去休息，醒过来之后就不会再饿了。这很显然是个谬论。我在梦里总是能闻到香喷喷的面包味。 这味道迫使着我不断向前，最后在饥饿中睁开双眼。店里的灯已经关了，只剩下一盏小灯幽幽地亮着光。沈炼坐在我面前，他低着头，居然在学习。我仰天长叹，不愧是做班长的人。醒了，我在沈炼的眼睛里看到了几分责备。 你睡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八分钟，苍天，只睡两个小时，后半夜要饱受饥饿折磨，想想我就痛苦。吃，沈炼推过来几个面包，我的身体比大脑更先做出反应。你不吃吗？我嘟囔着说。林初，你为什么跟着你妈？沈炼眉头末尾地问我。你家还有妹妹？ 为什么是你跟着你妈？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面包，缓缓撕开下一个才回答他的话：“因为我跟林女士感情更好呗。”沈炼在题本上画出一个 C，像是根本不在乎我说了什么似的。“你妈给你留钱了吗？”我点头：“留了很多。”他又翻了一页：“你做饭好吃，这是我拿手绝活。” 我重重点头，说：“嗯。”啪！沈炼合上了手中的题本，站起来，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真像是个审问犯人的警官。你爸要再婚，说了要你妹妹。你妈是个赌徒，跟我爸一样，要在赌场里输掉裤子才会出来给你钱，那是天方夜谭。你做饭盐糖不分，难吃的要死。 他又对我下定义：“林初，看起来你不仅是个小偷，还是个骗子。”我咽了咽口水，勉强回对他：“那你还说你不吃呢？你不也偷偷吃了？咱俩都是骗子，谁也别说谁。”我逐渐摸索出了沈炼的生活规律：他打三份工，早上送牛奶，晚上先去搬货，最后去面包店收尾。 周末给两个初中生做家教，像个陀螺，就这还有时间学习。沈班长雇佣童工可是违法的。我站在面包店的收银台里，系着围裙，跟他说：“你得给我发工资。”沈炼面不改色地解着手中的题，压根不搭我的话。但晚上，我得到了一个心心念念的小面包，柔软。 又细腻，我俩踩着路灯投下来的影子回家。明天是周末，我给你做饭吃呀！我急于炫耀我的厨艺，被沈炼拒绝。林初，你总跟着我干什么？我理直气壮：“咱们是兄妹，跟一下怎么了？”沈炼像是听到什么好玩的笑话，冷笑了一声：“谁跟你是兄妹？蠢货一个！” 这是人身攻击。不过每天晚上都会有面包出现在餐桌上，我暂且不与沈炼计较。期末考试成绩出来那天，我才第一次见到沈炼的父亲林女士的第二任丈夫沈德全。我刚从沈炼手里接过热腾腾的面包，正跟他控诉能不能不再带面包回来的时候。 沈德全就推开门走了进来，几乎是在钥匙一插进门，沈炼的身子就僵在原地。怎么了？砰的一声，门被弹到墙上又转回去。沈德全拎着酒瓶子走进来，斜着眼睛笑起来：“你是林初。”我点头。见着你妈没？我摇头。 他就将手中的酒瓶狠狠砸在地上，“操！那婊子最好是给老子赢钱回来，不然老子不会放过他的。”沈炼上前一步挡住我，“够了，邻居都睡了。”沈德全拍拍他的脸，醉醺醺的叫他：“儿子，我有个好儿子，儿子，给爹点钱花。”他伸出手，沈炼就皱起眉来。 我没有啪，沈炼拒绝的话刚出口，一个清脆的巴掌就甩了过来。他被打得偏了偏头，少骗老子，老子都打听明白了，你一个月起码能赚这个数。他晃晃悠悠的伸出四根手指，一下一下的戳着沈炼的胸口。拿出来！沈炼咬着牙不松口。 沈德全的酒瓶子却已经高高的举起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在哪。我上前一步，将酒瓶拿下来，对着沈德全笑了一笑，说：“我带你去找爸爸。”沈德全大笑起来，粗粝的手掌擦过我的脸颊，我生生忍住了想要后退的脚步。要不人家怎么说，还得是养女儿啊？ 他又回身给了沈炼一巴掌，力道不小。我看见沈炼的另一边脸也高高的肿了起来。我带着沈德全进了屋，在沈炼的床底下找到了一摞钱。沈德全大笑起来，抽出两张递给我：“爸要是赢了钱，一定给你买好吃的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沈炼狠狠撞在了一边。还给我！ 他上前去抢，但完全不是沈德全的对手。王八羔子！沈德全下了死手，拎起身边的陶瓷罐子，疯了一样的砸下去。重物砸在脑袋上的声音哐哐作响，我的心一颤一颤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扑上去，小声讨好着：“我，我还有这个，也一起给你。” 我扯下脖子上戴的平安扣，递给沈德全，浑身颤抖着挡在沈炼的身前。这个值些钱的。沈德全将东西拿起来，在灯光下看了一会，好半晌，他才笑起来，弯下腰来看着我说：“丫头，看着点你哥哥，下次也要拿钱给我，听见没有？”我慌乱的点头。 生怕再晚一分钟，身后的人就没了气。砰！屋子里又重归宁静。沈炼恨恨地瞪着我，他说：“滚开！滚是不可能滚的。”我不顾他的反抗，将人抬到屋子里。沈炼不配合，头顶的伤口又重新沁出血来。滚啊！他头上的伤口太严重，我架着他去医院。 折腾了一夜，等到他被包成木乃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才对我说了第二句话：“那块玉多少钱？我还给你。”我下意识摸摸胸口，那里空荡荡的。不用了，我想跟他道歉。今天他打断我，我想睡了。我木讷的点头说：“好。”第二天，沈炼还是一大早就出门去打工。 晚上没有带回面包，我们的关系再次陷入僵局。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房间里的两个陌生人，关系极差的那种。新年之前，我见着林女士一次，她画着不知道在哪儿学来的烟熏妆，嘴里叼着烟。临出，我转过头，还是被她吓到。她有些不耐烦的又叫了我一遍：“妈。” 快过来！他将手机递过来，面色不愉的催促着我。姐，电话对面是妹妹的声音：“小妹，你好不好？”“我好，我好的姐姐，你呢？你好不好？”“我也好。”只说了这两句，电话就被抢走。行了，记着告诉你爸打生活费。只一秒，电话就被挂断。 林和看着我，跟沈家小子处的怎么样？我许久没见过沈炼了，要不是还能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，我甚至会觉得他从来没有回来过。林和不耐烦的踢了我一下，身上有钱没？我下意识翻找出几块钱来，被林和嫌弃的推到一边。他抽出几张红票甩在我脸上，拿着。 走了没两步，他又倒回来。林初，明年你就毕业了吧？能考上大学吗？我摇摇头说不知道。他拧着我的脸看了看，啧了一声，才说考不上就出去卖，反正别再找我要钱。我想说，我从来没有找他要过钱，我甚至没有他的电话号码，而且钱也不是他给我的，是我爸给的。 我咬着牙不说话，林河也没再回头。咔嚓，旁边树林里传来很轻的声响，我还是一瞬间汗毛倒立。谁？许久之后，我又看见沈炼的脸，他走过去，像是根本没有看见我，却在下一秒钟又转回来，在我面前站定。 很重的一声叹息过后，他皱着眉，共献出了他的袖子。别再哭了，别人看见了，以为我把你怎么了？我嘟嘟囔囔的反驳：“那你就走啊，反正你一直拿我当空气。”沈炼就不再讲话。我又跟着他去仓库，里面的大哥笑着叫我：“妹妹来了。”沈炼出去半天，回来的时候带了根棒棒糖。 橘子味的，很甜。今天要久一点，大概是我从这边到那头，来回一共一百次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我就坐在货箱上面数。沈炼闷头干活，汗一滴滴的淌下来。已经是冬天了，但沈炼还穿着单鞋。我低头看看自己的鞋，又收起对他的怜悯之心。我们谁也别说谁。 沈炼今天没去面包店，他扯着我走进饭店，要了两盘饺子，皆是腊八。沈炼不熟练地跟我道歉：“那天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我知道他说的是哪一天，我也不熟练地接受道歉，说：“没关系，平安扣我会重新买给你的。”我摇头：“钱我还不起，就当他俩抵了吧。” 我们又沉默下去，周遭都热热闹闹的，只有我们两个陌生人被血缘上亲近的人绑在一起，既不陌生也不熟悉，只剩怪异。不过沈炼还能跟我讲话，这让我的心里没有那么堵了。明天你还要去打工，我们一前一后走着，我没话找话。家教年前还有两节。 牛奶和面包店都做到腊月二十九，超市不放假，之后会每天做四个小时。哦，沈炼拿出钥匙开了门。沈德全过年会回来。我顿了一下，赌鬼也得过年啊。他轻笑着说：“话说到这里就没得再讲。”我还是试探性地问：“你的头没事了吧？”他摸了摸脑袋。 说习惯了，我站在客厅里，有些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沈炼的意思。沈德全过年会回来住，那林初也会。这个房子只有两个卧室。沈炼喝了杯水，站在我身旁说：“我会睡沙发，反正我也不常在家。”眼前忽闪忽闪，我不自觉瞪大了眼睛。下一秒钟。 眼前就一片漆黑，我惊叫一声，下意识往前一扑，啪！沈炼手里的杯子摔在地上，碎了。林初，他捞住我不，不让我再往下滑。怎么了，林初？我的呼吸有些急促，手不自觉地抓紧了他的衣袖。林初，只是停电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 他环着我走到他的卧室，月光盈盈地洒下来，照亮他的脸庞。他打开窗，拍着我的后背说：“好了，跟哄小孩似的。”对面的楼也是一片黑，不时有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。好好的，停什么电啊？我就趴在窗口上喘着气，外头稀稀疏疏的。沈炼收拾好了地上的碎片。 重新给我倒了杯水，这是最后一个杯子了。我小声说：“会赔给你。”他说：“行。”他要个保温的。沈炼在我身后站了一会，他说：“我小时候也会怕黑，那为什么现在不怕了？”他站远了点说：“因为这里总是停电，因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再害怕也变得不害怕了。” 沈炼这天允许我睡在他房间，我去隔壁睡，可我害怕，所以他就在我床下打地铺。林初，我真的要一个保温杯。我知道了，这实在是很公平的交易，我答应了。你小时候为什么怕黑？我不想在黑夜里沉默，于是就跟他搭话。沈炼沉默许久。 我觉得他都已经睡着了时才开口，因为我总是一个人。我妈死得早，我从有记忆开始就是一个人了。比起害怕，填饱肚子更重要一点。后来就不怕了。沈炼有来有往地问：“你呢？”我翻了个身，不知道要怎么答，不说算了，睡了。我问另一个问题：“沈炼，你讨厌我吧？” 我小声说：“不想让你更讨厌我。”他好像是笑了一下，才开口：“要我怎么保证呢？说我不会讨厌你，你就会讲吗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林初，你真的很幼稚。他坐起来，在黑暗中对上我的眼睛：“我保证不会再讨厌林初了。”我们那时小，不知道许下的诺言代表着什么。于是我也坐起来。 说我相信，小时候偷东西被商店老板抓起来，关进仓库待了一夜。林和没来接我，我垂着头捏手指头，空气中弥漫着死一样的宁静。沈炼，我真的是小偷来着。那个仓库很黑，我就变得很怕黑。我始终记得那一天，我蹲在仓库的角落里，感官无限被放大。 好像有不知名的手扯着我的神经，叫我动弹不得。黑暗像是潮水把我淹没了，但我还清醒着，清醒的痛苦着。沈炼站起来，在衣柜里翻找了好一会，才拿出一个小小的纸筒递给我。纸筒只有小拇指大小。我借着月光打开，里面是方方正正的钞票，数额不等。 五十一百都有，林初，以后就不要偷了。实在难挨的时候，就花这里面的吧。我的眼泪唰的一下流下来。沈炼好像非常无奈似的，坐在我身边，再一次贡献出了他睡衣的一角。为什么总是哭呢？我握紧了那个纸筒，抽噎着说：“我就偷过两次，一次是小时候被店主抓了。” 一次是上一次被沈炼抓住，我说我不是小偷，他说他知道了。妹妹没有奶粉，林河拿走了爸留下的钱，我怕他饿死才去偷。沈炼轻轻将我拥进怀里，哦，真是好姐姐。我有些恼火地拍他的胳膊，知道了，林初那些都不重要。他轻轻拍我的头。 沈德全有一次赌的大，赢了好多。他一整年都在外面，我差点饿死在家里。卖血不能太频繁，我也偷过一次。他笑，不过楼下的老板娘觉得我可怜，把东西从我兜里拿出来，给我套了个袋子，让我从门口拎出去。他说：“人不能下贱到这个地步。”沈炼像是还能回想起那一天。 他站起身对我说：“林初，这句话我也送给你。我相信你说的话，以后我们好好相处。”那天月色盈盈，沈炼对我说：“他相信我。”我就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好好相处下去，一直。寒假我找了份工作，在小餐馆里端盘子。可能看我小，老板是不让我做到太晚的。 当然了，工资也给的低，但这也够了。这些钱使我在这一年结束之前，给沈炼买了个看上去十分结实的保温杯，黑色的，跟他一样冷酷。我准备将这个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，但这个过程远比我想象的坎坷。沈德全是跟林初一起回来的，在腊月二十八那天。 他们两个人是牵着手进门的，看上去真的是一对恩爱的夫妻。如果他们不是时时刻刻在争吵的话，你有完没完？那天我是不是说了让你收手？如果你早点收手，我们能拿到的比这更多。你他妈闭嘴吧！要不是你指手画脚，老子赢得比这多多了。我说了啊，沈德全，不过几天。 他们已经吵了几次了，动手也是常事。我忽略掉耳边的争吵，只看着蜷缩在沙发上的沈炼。他捂住耳朵，将整个人都埋在沙发垫里。哪怕我们都知道这是无谓的逃避，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猛地抬头，发现是我，才镇静下来。怎么还不睡？到屋里睡吧。沈炼说。 没关系，我去拉他的手，那里更安全。他被我牵着手，乖乖站起来，手上还拿着那个薄薄的毯子。我们合上门，相互依偎着，贴在不算安全的安全屋。沈炼背对着我问：“还有多久天亮？”我拍他的背：“很快，很快的，天很快会亮起来，所有的苦难都会随之消失。” 腊月二十九，我结算了工资，带着保温杯去找沈炼。他站在超市门外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正被几个人团团围住推搡着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为首的男人看着我：“丫头，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。”我回头看着沈炼，发现他的眼眉低垂着，上面有细微的伤口。 你们动手了，我要报警了！那男人狠狠推了我一把，转过头指着沈炼的鼻尖说：“爸留给你的钱，你最好赶紧交出来！”呸，贱胚子，扫把星！沈炼一直沉默着，直到他们都走远了，他也没抬起头来。我叫他沈炼，啪嗒，啪嗒，连成串似的泪水从他的眼角落下来。 他对我说：“林初，我没有亲人了。”明明是他在哭，为什么我也在流眼泪呢？我想对他说：“别哭了。”但自己也停不下来。于是我们只能沉默地流泪，把痛苦流转在彼此之间。或许这样就能替彼此分担，哪怕只有一星半点。老爷是一周前走的，我才知道。沈炼带我到仓库最里面。 他把省下的盒饭递给我，他是给了我钱。沈炼笑了一下，眼眶却是红的。就是被沈德全拿走的那笔，是我拿给沈德全的那笔钱。我的筷子停下来，流的泪快要将饭淹没了。别再哭了。沈炼的指腹擦过我的脸颊，短暂的带来些温暖。 姥爷说：“那是给我上大学的，一万块钱。”沈炼叫我不要哭，自己却在哭。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从我妈走之后，人人都叫我扫把星。要不是有了我，我妈不会那么快嫁给沈德全。舅舅、舅妈都这么说，我也贡献出我的衣袖，却说不出别再哭了。沈炼笑起来。 只有老爷不这样讲，他让我照顾好自己，会偷偷给我钱。但他见到我的时候会哭，所以我就不常见他。林初，他死了。我上前一步抱住他，任由他的泪水流在我肩头。早知道他走得这么着急，上一次就不那么早回来了。我多陪陪他呀，林初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什么都留不住。 我不敢张嘴，生怕哭声会跑出来。窗外稀稀疏疏地下起了雪。我说：“沈炼，我们去见他，我带你去见他。”我们打了辆车去了公墓，雪薄薄的凝了一层，走在路上咯吱咯吱的响。沈炼无措地跟着我，他问：“真的会在这里吗？”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在赌，赌一个老人。 对女儿的爱，我想，我可能是用尽了一生的运气，才赌对这一次。在离沈炼母亲墓碑不远的地方，沈炼跪倒在地，墓碑上的老人微微笑着，像在说：“别哭。”纸钱燃起来，带着丝丝热气飘向我们。沈炼抬起手，却这么也抓不住那一丝温暖。别再哭了，他会舍不得你的。 沈炼抬起头看我，会吗？这个世界上也有人舍不得我吗？我说会的。沈炼，别害怕，他们都像你舍不得他们一样舍不得你，都像你爱他们一样爱着你。阿姨不会觉得是你拖累了她的。你出生的时候，她肯定万分感谢苍天。沈炼跪在母亲的墓碑前，磕了三个头。 我自觉身份尴尬，站在稍后一点的地方。沈炼却叫着我上前去：“妈妈，他是林初。”我拘谨的重复：“阿姨，我是林初。”妈妈，以后我就有新的家人了。沈炼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他的手很暖，我心间一颤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担心，在天上也要好好生活。” 别再遇到坏男人！我回握住他的手，对着墓碑上的女人许诺：“阿姨，不要担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彼此的。”我想，我确实是撒过很多次谎，但这一次，我说的是真话。我们可能是假兄妹，是假夫妻，捆绑着带来的假孩子，但此时此刻，我们对彼此许诺，说会做彼此的真家人。 永永远远的家人，我递给沈炼那个保温杯，换来了一块手表。表盘是银色的，在阳光下泛着细闪。沈炼说：“这样我就能看到时间。”我们就在约好的时间见面。他送给我新的终点，说他会在终点等我。新年钟声敲响之时，沈炼轻声对我说：“小初，新年快乐。” 我牵住他的手，抵住心里万般呼啸，借着窗外热闹的鞭炮，看了一场无比绚烂的烟花。哥哥，新年快乐！新的一年到来之后，沈德全和林和就又离开了家。这次他们有些良心，给我们留了几张钞票在桌子上。沈炼将这几百块钱做了细致的安排。 保证每一分的价值都被发挥到最大。他丢了超市的工作，因为舅舅一家总是去闹，但他们从不来家里。他们害怕沈德全。沈炼很沉静的说：“虽然他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，他们也不敢赌。神经病就怕亡命徒。”我妈都有病，沈炼就笑。他最近常常笑。 让人心脏不自觉地乱跳，尤其是他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候，阳光似乎也是偏爱他的。我只觉得他整个人都在发光。我想沈炼会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来。林初，你真的有在学习吗？沈炼揉着额角，像是十分无奈。我对着我的数学试卷也很无语，但想想那是数学。 我又原谅了自己，沈炼被我逗笑了。这就是你考十五分的理由？我有些不满，又不是人人都像你这样是天才。沈炼一时有些语塞，半晌，脸上泛起片片红晕。他说：“好吧，也也没关系，人也不是一定要学习的，我我一个人也可以养家的。”我笑起来，那多累啊！ 他说不累的，我都能做好。你做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就好，困难的事情都交给我。我凑上前，歪着头问他：“哥哥，你会陪着我一辈子吗？”他纠正我：“是你要不要陪我一辈子？”我摆正他的脸说：“哥哥，一辈子在一起的不是兄妹。”沈炼难得温和的摸我的脸，他说：“小初。” 我们一辈子在一起，我们俩，那是我们之间第一个吻，湿漉漉的，带着春雨的潮气，万物复苏的季节，我们开始恋爱。我开始每天跟着沈炼去打工，守着他给我的时间节点做题。当然了，错的还是比对的多。沈炼也不生气，他只笑着给我讲。实在生气的时候，我就凑上去亲他。 我好擅长这个，比学习擅长的多。天气热起来之前，林河去学校见了我一次。他难得肃静着脸，像是很久之前我印象中的那样。妈，他笑起来，眼角已经泛起细碎的皱纹。想吃什么？妈带你去吃。我们难得一起吃饭，他甚至温和的问我最近学习怎么样。 有没有被人欺负？在学校开不开心？我一答了，又劝他不要再赌了。他一向是不听的，话题就该停在这里。可他这次说好，小初妈妈不再赌了。晚上他又要走，我对着他摆手，他却在一步之遥的地方站定，对我张开手。小初妈妈对不起你，我想没关系。 我有沈炼了，所以我也拍他的背。以后我们好好生活。以后以后，我们都对以后抱有期待，然后再亲自面对他的破碎。林河消失了，他彻头彻尾的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。我是在两天后真正意识到这个事情的。沈德全回家大发雷霆：“林初，你见过你妈了是不是？” 林和那个贱人到底去哪儿了？说呀！我的头皮被他扯得生痛。我说我不知道。被他狠狠推在地上，我终于得到和沈炼一样的待遇。他下手比林和重得多。我只感觉肚子里的器官像是移位了，痛得我想吐。我迷迷糊糊的，好像回到小时候，林和赌得开心，会将我抱起来亲。 赌的不开心，就会问我家里的钱都在哪里，不给就会挨打。为了不挨打，我总是十分痛快的给钱，因为小妹还小，她是不能挨打的。小时候，爸爸也会抱我的，但是后来他就只抱妹妹了。我跟着林河，是因为没有人想要我。我出发之前，身上只有二百块钱。 是小妹塞给我的，我觉得身上好痛，痛到我好像已经要死掉。我忍不住去想，林和跟我说再见的时候哭了吗？没有吧。他卷着所有的钱跑掉的时候，是怎么忍心把我扔在这里的呢？他完全不在乎我吗？鼻子好像出了血，我想，他真的是我妈妈吗？ 沈德全，沈炼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天际传来。我闭上眼想，还是有人没有抛弃我的，我还有沈炼。啪嗒，啪嗒，我的鼻血止不住的流下来，我的大脑却忍不住走神，想沈炼的脊背实在是宽厚。哥哥，俊恩，沈炼的声音微微哽咽，很痛吗？马上就到医院了。 我扯开嘴角，只觉得嘴角也很痛。他为什么不要我了呢？我迫切的需要解答：为什么我总是被人抛弃呢？沈炼的眼泪就也落下来，像是我的血一般，啪嗒啪嗒砸在地上。他说：“因为他把你留给我了，小初，你不是被他抛弃的物品，你是被我留下来的宝贝。”哦，是这样啊。 那就好，我闭上眼睛，再次睡过去。醒过来的时候，沈炼正在旁边算钱。他将费尽心思藏在各个角落里的现金都找出来，仔细的盘算之后，决定带我出去住。小初不会再有人冲进来了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了。沈炼对我说：“再忍一忍，只要再忍一忍，他就带我走。” 我也对自己说，再忍一忍，直到沈德全再次找上门来。临近高考，沈炼已经推了送牛奶的工作，只有面包店的姐姐心疼我们，总让她去收尾，顺便拿走一天的剩余。她就只做这一个。到晚上十一点钟，沈德全是掐好了时间来的，他甚至没喝酒。 看着我的眼睛里却闪着跟以往完全不同的光。我想关上门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老旧的小区完全抵挡不住成年男人的力量，门被他生生挤开一个口子。林初，你妈卷了我的钱跑了。他讲这话的时候，直勾勾的盯着我。我的腿脚有些不听使唤的往后退。我，还给你。 你知道那是多大一笔钱吗？他摔了手边的花瓶，那是沈炼昨天特意买回来的。他说今天会给我带花，但他还没回来。我会还的。我一步一步往后退，沈德全咧着嘴笑起来：“你不会的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想什么，想走是不是？我那儿子成绩好得很，随我，脑袋聪明。” 他被你迷得找不着北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在这里做过没？我的大脑明确感受到危险的信号，我侧过身子想寻找时机，却在下一秒钟就被他扑上来，死死压住手脚。你妈卷着我的钱跑了，留下你这么个赔钱货。没事儿，你给我当老婆好了，反正长得也挺像的。他的手游离在我身上。 我的胸口泛起恶心，想跟我儿子一起远走高飞，你们想也别想！刺了他，撕碎了我的裤子！叔叔，叔叔，你松开一点！我试着稳住他，但演技不够。林初，别想耍花招了！你说，你跟我在一起之后，我儿子还会不会带你走呢？我想要尖叫，想要叫他闭嘴。 我用尽全力踢他的下腹，他吃痛，蜷着身子滚到一旁。我往前扑，又被他狠狠拽住脚踝。啊！我奋力的挣脱着，却只是被他拉回沙发的边缘。但还好，我握住了茶几上的匕首。昨天沈炼还用这把匕首为我削过水果，真的是很甜的水果。一下，两下。 三下，直到身下的人完全失去意识，血从我的掌心流出。我将匕首摔在地上，颤颤巍巍的去探他的鼻息。咔嗒，沈炼回来了。我惶恐的转过头，就看见他手中唯一的一只白玫瑰轻轻掉落在地上，瞬间被染成红色。 我们就隔着这条被血与黑凝成的悬崖望着彼此，直到很久。临出，沈炼叫我的名字，我呆呆的看着他。你别动。他拿了浴巾，将我整个人包起来。我后知后觉的觉得腿上好凉，好恶心。沈炼拍着我的背说：“没关系。”可我还是抖。 沈德全最后在我耳边说的话，像恶魔一样钻进我的耳膜。林初，你们是亲兄妹，你们会下地狱的。我想，我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，永远永远也不向沈炼说起。很冷吗？沈炼抱着我放在最右侧的沙发上，弯下腰来看我的眼睛。他碰你哪儿了？我摇头说没有。 沈炼的手就顺着我的小腿摸上来，这里吗？我还是摇头，又忍不住抱住他的脖颈，点头。林初，别哭。他弯下腰吻我的眼睛，手上却用了力气。这不恶心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他该死。我清晰的听见脑中意识崩塌的瞬间，沈炼试图改写我的意志与记忆。 他轻轻环着我，将我抵在沙发一角，强迫我打开身体，接纳他的思想，直到我哭出声来。他又一次问我：“沈德全是谁杀的？”我哭叫着说：“他的名字，沈炼，沈炼杀了他。”他终于满意，俯身来吻我的眼睛，像是鼓励。他说：“对，是我杀了他，你看见了。为了不让你说出去。” 我强迫了你，你逃出去，去报警。他圆满的完成一个骗局，将属于我的过错压在他头顶。一切都结束的瞬间，我想我应该是已经死去了。但沈炼不能，他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刚刚拿了全省竞赛的第一名，应该要在盛夏步入自己人生的新篇章。我是旧的，旧的书本。 旧的生活，旧的错误，我应该跟沈德全一样，就结束在新生之前。所以，像沈炼期望的那样，打开门，对他微笑，说我会听他的话，然后对警察说另一番说辞。我又一次欺骗沈炼，这是我能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。转眼八年，我应该是睡了很久。 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手边放着一块晶莹剔透的平安扣。再远一些是拿着笔点办公的沈炼。我动了动身子，却连坐起来都成问题。沈炼走过来将我扶起来，要喝水吗？我点点头。沈炼拎过来一个眼熟的黑色保温杯。这杯子质量这么好。他摸了一把我的额头，又拍了拍我的头顶。 笨蛋，我转过脸不想看他，又被他转过来在唇上亲了一口。吃饭吧。沈炼厨艺练得有模有样，轻而易举就能做出三菜一汤。我在放下筷子的时候提出要走，沈炼笑了一下。林初，鉴于你这个人前科太多，我并不打算听你的话。他还是摸我的脸。林初。 我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你跟我结婚，乖乖待在家里，我拴着你，让你只能在家里等我；好像是两个选项，其实只有一个。我不跟你结婚。沈炼重新坐回位置上，那就是你抛弃我了。我觉得他下定义的过程太过于简单，但又不想反驳。你给我钱。 咱们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，你还做你光鲜亮丽的大老板，咱们就当没认识过。沈炼点点头，十分欣慰地说：“你还是在为我好，真感动啊，林初。”他不再看我，直到吃完饭，收拾好了碗筷，他在卧室找到我，拿出手里亮闪闪的金链子，小初自己这样选，我只好尊重你。 虽然我并不想这样，那条链子的尾端拴在床角，是个无法摆脱的距离。沈炼侧过来吻我，吻着吻着就变了味。我被他磨得昏昏沉沉，却还是能听见他小声问我：“小初，为什么不要我？”我动动手指，说不出话。全世界我最不能抛弃的就是沈炼，但我不能。 因为我守着最不能说出口的秘密，如果要下地狱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去好了。沈炼并不常常关着我，他在家待着的时间很长，我远比他说的自由，并且他也带着我出席晚宴，就是些话，你拍着玩。旁边有人笑着问他：“今天怎么带女伴来？”“是我太太。”“嗯。” 结婚的时候一定邀请大家。我选了一幅画，沈炼将它摆在客厅。火红的背景中，一轮金黄的太阳缓缓升起，遥远的沙滩上却并肩躺着两个人。海水已经没过了他们的腰间，像是下一秒钟他们就双双溺死在新生的希望之中。沈炼陪着我站在那幅画前面看了许久。沈炼。 我们要是亲兄妹的话怎么办？他勾我的小指，塞给我一个橘子味的棒棒糖。喜欢海吗？我买了个小岛，我们一起去玩玩。我就沉默下来。沈炼默认是好。岛很漂亮，日出的时候会有金黄的太阳沿着海平面升起。沈炼将我压在海滩上，有冰凉的海水拍打着我的脚面。 沈炼亮起自己的凶狠，完全埋在我身体里。小初，如果我们流着相同的血，是不是会更完整？我眼中一片猩红。他像是终于得到喘息，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别怕，就算下地狱，我们也一起。”我终于大哭起来。我们像是两个并不完整的圆，在血色漫天中交融在一起。 晃荡不堪，最后包容，我们终归一体。当耀眼的阳光酒在我们身上，沈炼捞起我的胳膊，给我的指根套上个更耀眼的圆圈。他恨恨地说：“在骗我，真的把你拴起来。”但有可能是我流泪流得太狠。他吻掉我的泪水，又说：“算了，在骗我也原谅你。”等鉴定结果的时候。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担忧。沈炼坐在车上，老神在在地摆弄户口本。他对着我重复一遍：“是或者不是？”我们都去领证。我糊弄他说：“好。”我的演技很烂。他抱胸在旁边生气，但没生多久，他的手机就响起来。对面的人很客气，说：“不是，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呢。” 我就笑，笑着笑着就流下泪来。该死的老王八蛋！我想了想，又觉得不对，人已经死了，你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？我反驳他。那我跟林和性，我爸又不疼我，他说我傻，手却一刻不停的启动了车子，然后稳稳停在了民政局前。门口站着个人，小妹，小丫头已经长大了。 他扑上来抱我，姐，你怎么在这？他笑起来，姐夫让我来的。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，姐姐，祝你新婚快乐。我说好好的。晚上，沈炼压着我洞房花烛，我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只好推他。小初，现在你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。我愣在原地。他说：“你要记得对我好。” 我胡乱的流泪。我们都是没有亲人的小孩，不圆满的缺口被填满，才能组成一个圆。但沈炼撕开自己的边角，塞进来其他的人。他说：“这样你就不再是一个人了。”我没有的，你要有哦。他将我放在制高点，拥有抛弃他的权利，然后小声说：“不要抛弃我。”我还是只能颤抖。 说好，好的，我们俩永远在一起。后继寄请柬的时候，我看见个熟悉的名字，睡下了才想起来，那是监狱的狱长沈炼。你认识他？沈炼都睁不开眼睛，还是凑过来拍我的背。老婆，你以为你不见我，我就没办法吗？他小声的笑，我好想你的。 他倒在床上，小声嘟囔：“你不在的每一天，我都是一个人。”我凑过去亲亲他，问他另一件事。林和他拍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看见了，我是不小心看见的。”林和联系不上我，却能认出在电视上频频出现的沈炼。要去见他吗？他说自己癌症晚期，正在医院住院。他还是赌。 堵到动不了才停。我摇头说不了，我不知道还能如何去面对他。沈炼就说好，他说我都听你的。我们重新拥抱在一起，这次我们拥有绝对安全的安全屋。